林彪是绝对不是一个人啦，一定有林义士们，有林义士们，当然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林义士化，国民党就会林义士化。什么叫林义士化？这大官的公职员工啊，怎么不早说？邮电双长影响这么大，怎么不早说？啊，正所税影响这么大，怎么不早说？啊，林立是 AI 呢，怎么不早说？其实还有很多，怎么不早说？但是因为没变、没证据，所以你就没有法度。所以观众朋友心内拢知影讲，林立是话好多林立是，但是要安怎呢？来，咱先来接几通啊，咱听众朋友，您的意见接几通来。高雄陈先生，陈先生你好。喂，哎，请讲。主持人你好哈。你好。如果讲咱即马这个政治现象会变作林义士化的话，台湾以后会变作菲律宾化，因为特勤组这个公权力，伊无法度发挥伊的能力，而且伊官官相护，咱看未到任何真相。搁一点就是讲，李敖我讲过，讲前期是最可怕的动物，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就是政客。安尼俩，我的看法是安尼，谢谢。好，多谢台北林先生，林先生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好。哎、欸，请讲。我爸母吼、哦，是住高雄啊。是。伊就住咧地榕的附近呐、啊。好、哦。吼、哦，啊，为啥地榕规工咧污染？啊，恁这现场的来宾要讲看卖无？恁安尼是不是帮地榕咧讲话？我无帮地榕讲话啊，该断掉要断掉啊。对啊，啊，伊一污染，会去查一下无？啊，是啊，所以讲为什么该断掉无动力，结果查半天，人家跟他澄清了以后，结果没有断掉，不是在讲这一段吗？不是在讲刚刚不是在讲这一段吗？来宾大概讲看麦啊，讲看麦啊嘛，到底站在什么立场？对不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在帮地榕讲话嘛？啊，我无帮地榕讲啊，多谢你。好，来，小姐，台南丢先生来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嘿，请讲。真诶啊！这四年无论是外交、国防、内政、经济，拢一败涂地啦。啊，咱即马最后即处诶就是司法，爱互大家有信心，就是讲哦，咱政府爱彻底落查办到底，无论甲对，看到啥物证据，办甲对安尼毋甲对，安尼无论如何，咱嘛会，咱迄个政府诶哦。百姓有信心刷来去，伊的迄个民调绝对会提升，这是一个最后一次的迄个好机会机会啊！咱嘿啊，我嘛是要拜托咱遮民进党遮先进，咱爱下啦，爱发起讲，迄个司法院，咱就是甲爱去甲讲吼，互伊听着，爱依像伊较早查办啊，变啊这种精神安尼。啊，莫讲是话啦，你都甲叫来问一下咯吼。咱这百姓有一个讲啊，有去办安尼就好。我以上是这样。是，多谢啊！我要再次强调，污染是不对的，地涌污染不对的。但是地涌不对，难道就可以跟地涌要6300万吗？我们的重点在这里。啊，所以啊，大家爱听好金钟，咱观众要听好金钟。所以咱唔是咧讲地涌污染丢呢。他们搞半天，你来中央的，为什么一个继续签五档的又好一点？对，为什么还签给他五年的约呢？我们就在怀疑这个嘛。啊，为什么地勇不对，结果可以跟地勇拿6300万？这样的官员好吗？所以呢，谴责地勇啊，要去赞扬公，拿6300万，把这些坏人从坏人那里拿6300万，这样是好的。要这样赞美吗？好像也不是吧。所以我意思是安尼，我要讲，咱的观众朋友来做一报告哈。今天你有一篇很趣味的，如果我是林律师，咱自由时报自由广场观众的投书，哦，伊讲，假如果我是林律师，百感交集，温暖的家回不去了。马总统说世事难料，莫非就是指我林律师吗？我只不过犯了全天下政客都会犯的错罢了。这是历史工业的一部分。今天指责我的蓝绿政客，有谁敢拍胸脯表示自己拢清白？别忘了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！何况以前可以，为什么现在不行？台湾各级民意代表拿钱瞧事情，数十年来都是如此，为什么就我有罪？再说到为党打天下，难道不用囤积粮草吗？国民党还要不要光复大高雄呢？可恨的是，
党内竟然有人把我比喻成毒瘤，说我让整个执政长啊、执政团队蒙羞，也不想想看，没有我在高雄替他拉票，他能顺利当选连任吗？我恨啊！我的公家总结的公家，林立士是不是这样子？当然这是读者的投书哦，这蔡先生的导书。我的公开始，咱有讲了讲国民党是不是因为来投？所以为什么？你看，这个啊吴敦义今天就拖真侪人讲这个文。我们派周洛奇，谁也签了，谁也签了，谁也签了。哎，这都是足趣味的一个物件。这个物件要大家讲，到底马英九今仔日下晡佮宣布讲啥？宣布讲我袂竞选党主席的年龄问题是选党主席是一年后的代志呢？哪有这么早就咧宣布？佮上趣味，行政院秘书长已经征除陈世奎啊。陈世奎何许人？陈世奎人讲是周美青介绍的，说跟周美青的关系很好，所以还是国王人马。所以很臭屁哦，用来用去，马英九还是没有办法扩大他的决策圈子啊。问题出在这，安尼物件到底在倒来沟通啊？我先讲啦，头拄啊，迄个柯英的林先生哦，甲证明一项代志，台湾人的是非观念足奇怪。嗯哼，咱安尼去甲看，今日吴敦义大胆敢讲为民除害，就是地方公司要为民除害，啊，都有迄个林先生讲对啊，无唔对啊。伊唔知迄个是非观念，讲就是有这个公关力安尼，所以人去送红包。林一社就是借势借端摕到这钱，这是一个规个规包起来啊。但是伊无迄个观念啦。要甲讲啊，为什么马英九阁发多要出来选，共款又阁赢啦？我无可以讲2014年中国国民党共款赢啦，就是因为有这种无是非观念的台湾人太多，伊唔知迄物件逻辑安怎想法的。今日看到这件代志，马英九为什么敢咧今日宣布呢？真简单，你甲想到特别会议叫起诉的时阵，伊无讲啊，斜披着笑叫狼嚎，宣布要参选总统。在迄个时间点，即马同款啊，国民党发生这大代志，国民党内部家己拢无检讨，为什么咱国民党内部会造成这侪人意识化去啊？拢无去检讨哦，马英九同款要宣布，换年要搁宣布选党主席。因为看斜披者是还在啸叫狼嚎，第二要证明伊是青年正派，村里人拢袂当的。第二，伊同款要抱着要甲你决战的决心啦。中国国民党内部，人国去哦，遐一阵人国退去啊，拢完蛋啦。所以要去控制这个物件，正简单的解释。但是马英九，伊要面对的挑战敢若济吗？人是咧看讲，你唔是敢若中国国民党主席，你是总统呢。即马马英九心内已经唔知伊是咧做总统啊。伊干那要顾伊个国民党顾好条，即、這个大统顾好条，尔尔，剩咧伊免管啦。所以重要个代志，伊拢去走去国民党内部。但是国民党遐中常委，敢真是有影听会落去？真是有影无要检讨这个物件，互国民党继续烂吗？就回头我讲个，如果2014年马英九佮共款大赢七合伊个选举个时阵，啊，底是你家己来自求多福啊，已经无法度啊。林一世办到安尼，我顶多寄望啊！你直接做卖，搁办落去。你和林一世安尼，全国人民在2014年只有用选票来驾驶中国国民党啊！无你要安怎处理这件代志？法律都唔办啊！无客气讲，林一世这件代志有遮困难吗？无困难，是顶头要压掉的，还搁扩大，一扩大落去安怎？规官啦！你看44个政务官，我前几日咧讲，底下上课，迄44个政务官，你甲查看嘛，倒一个大意。几亿个豪宅，倒一个外口安怎？你做总统的人，你也唔知，而你要安怎去统治这个政府呢？对，所以啊，今仔日咱来看自由时报的自由谈，厚颜无耻配。讲到这个时阵，当然自由时报今仔有这篇，伊讲啥？伊讲军队林立士测谎，检察官要追政商共犯集团，所以特侦组朝你的数十个问题。吼，这应该是有这个消息出来，不半工拍死，没有测谎。没有办法测谎，换句话讲，那要追，追得出来吗？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讲，大家在质疑，大家在怀疑，大家在担心管运的在家啦。休息，后阶段咱继续。